大家介绍一下我刚刚拍摄的地方啊，然后我们站在上面特别少女的在打枕头大战，然后我很喜欢刚刚萧寒拍的那个景，我好羡慕，因为她是一个美少女，特别文静，拿着书然后这样这样的一个角色。她就是趴在这个上面的，然后特别的美少女，特别安静，我就想到这种安静的美女子。这应该也是一个拍摄环境，就是但是不是我们这一国，应该是其他人拍摄。先生，但是哦，假的，我还以为是真的，假的。这就是我们的拍摄环境，期待一下我们的 MV 吧。